有人说想听我唱苹果香，来，有人说想听新歌，可以可以给你们唱一首我新学的歌好不好？来，伴舞的小姐姐叫做舒和，欢迎我回忆哥，咱们直播间这么多歌姐们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首苹果香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感谢我们小老头。来到直播间的哥姐们，如果你想在咱们直播间涨关注，想涨粉，你可以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你可以把小星星飘在公屏上，我让我们家的哥姐们给你点关注好不好？来，苹果香上20000是吗？好，欢迎我牛帅哥哥。小一直播间10000多人，我看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。来，有人说还想听楼兰，点到100000赞我们唱楼兰，挑战一首楼兰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很精彩的歌，是一首需要关灯的歌。我希望直播间的哥哥姐们来到这里，你们就等一下好不好？再等2首歌的时间，给你们来一首关灯的歌，因为这首歌你们在别的直播间你们是看不到的好吗？只有在我这里能看到。来，咱们没有点关注，点关注，点了关注的，喜欢我的可以点上面小黄心，加给我们的粉丝灯牌。楼兰100万赞，还差最后的20万。来，接下来要听《奢香夫人》了，是吗？来，那我就把一首《奢香夫人》送给你们。左手指月，
第二次来。新来的朋友，哥姐们不要着急，我唱完《麝香夫人》之后，我给你们唱一首属于新来朋友的歌，好不好？给新朋友唱首歌，感谢我们难以代替歌。走着尘埃，像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啊。如果曾经过天桥畔，却想赴人给月归来，他把日光把心上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情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的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牵走着尘埃，想靠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希望你们可以被我感染，好不好？来，左岸家没有点关注的